2024户外用品展，什么得罪厂商？等一下，又来到一个2024户外用品展。首先，我们先看到数位仙和牛永生这边，每一次露营展必须要来这边买它的牛肉干，就非常的厉害。你这贪吃的是不是？明明是户外用品展，可是你看起来很饿啊，所以我们不先看一下这些东西吗？哎，现在中原标准时间早上10点整，有点早，真的进去吃点东西也是不错了。哎，不过说有点早啊，今年的展很早就有人冲进来了。我们先看一下台湾露营用品的板块分布，当然印度这样会得罪厂商。印度也连，是要先挑小的，还是先挑大的？先挑大的，这两家肯定永远 always often usually 都是打对台的。然后呢，手滑哥，我们的好朋友啊，风格露营嘛，说到风格露营的隔壁，那肯定也是风格露营的啊。达哥的东西呢，我们也是很有兴趣的。哎，而且我跟你讲，你这样讲，这一区呢，基本上就是改装车的部分嘛。再往下也是改装车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些汽车厂商，比方说像。你上，那你上也有跟 Coleman 合作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往右边稍微挪过来，挪过来一点，这边呢就会比较赏心悦目一点。因为你在这边的走道，通常都是修个了啊。这是今天我们来的原因。而且我们在这边讲完以后，基本上这个展我们也看完了。所以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我们直接看摄影展就好了。哎，不过说到摄影展呢，每一年的摄影展都跟户外用品展结合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去外面玩的时候，一定要跟美好的影像跟画面结合在一起，才会留作永远的纪念。去外面玩不是跟美好的事物结合在一起。好了，我们刚刚进去逛了一圈，很多新的露营用品是风格型或者是实用型，所以我们应该要说走，带你去逛，走，带你去看。记者现在的位置就在芦洲。说到了芦啊，我很难得能看到岩谷一字排开来啊。没错，这跟酒店点小姐一样。有没有新的厉害的？有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有一个一箭双雕的版本，看一下岩谷 3.3kW 双口炉。哎呀，重点是一般你看到的双口炉啊，炉架通常会非常靠近，那它炉架是非常大的，所以它有一个间隔，变成你两锅。上次我们讲到了嘛，你一个平底锅在炒菜，另外一个在炖火锅的。哎呀，基本上这空间就放得下了。之前看到的双口炉都是用高山罐，也就是下面扁罐的部分，它是用长罐的，比较方便啊。家乐福也有卖，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并行很多炊具、灯具或者是炉具都可以用这样长罐。讲了那么多，到底够不够力啊？3.3kW， 我们之前有讲到它的炉头下沉，所以基本上防风的功能是不错的。重点价格咧？如果说一个双口炉卖你3990元，过分吗？那好像可以。要不要开？一斤二够，蒙他。哎呀，泰森兄妹、啊，你们送火柴好适合哦！你没有拿过泰森兄妹的火柴吧？超可爱、欸！泰森兄妹，我们摸多了，我已经没兴趣了。泰森的妹，今天在影片上面。各个露营用品店看到的泰森兄妹都是由我们的妹妹去做连结的。我们必须要先评估一件事，大家评评理好不好？先看一下妹妹，再看一下上面的图是怎么回事，她是哪一位？我是谁？这个是你吗？这个是我妹。我们家四个小孩。好，那就代表一件事，姐姐跟妹妹长得也不像。泰森兄妹支持一下，这是我们露营的好伙伴，冬天里的一把火就是泰森兄妹，好吧？搭配我们的挂上火不能擦。来，欢迎来到公民车库。我们不是灵山福斯吗？好啦，圆山露营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他们最近有一个春节方案，就是要春节，知道什么时候吗？发春的时候嘛。
他把你是立春的时候，春节有一个春节档，一共九天，一共38000元，平均起来，来问一下那个数学最好的，一天多少钱？4000块不到。圆山露营车跟 Dr. Y 荒野医生联名，来看一下这台车的特色。Dr. Y 是，没错，这个是人家的车子，跟圆山没关系啦、这就是他们的联名款。你以后租到这台铁灰色，你可以先跟他预定，就是 Dr. Y 的联名款。有什么好处？就是他可以在租车期间享有两个 Dr. Y 高倍防蚊椅。哎呦，哎呀，就不用再坐福斯的那一张椅子啦。虽然还蛮好坐的，还是会附上，所以你一家四口，你不用自己带椅子的意思啦。那、接下来你们就还有很多摊要拍嘛，你们去拍一拍，我都帮你们，我帮一下做一下生意嘛，好不好？那刚刚讲到 Dr. Y 要不要顺便看一下隔壁摊的 Dr. Y 出了很多新的很屌的包包。这些包包不管是颜值、做工、实用性、设计性，都是一等一的存在啊！在那么多琳琅满目的包包里面，一眼就可以先看到这一个军绿色的机车骑行包。哎、这绿色真好看，防水的吗？没错、第一个是防水材质，所以轻量化，可以双肩背，很帅。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它是可以把这个两个背带收纳起来。它收纳在这干什么呢？因为它这边有一些固定点，可以加选他们的配件。你去机车露营的时候，货架就可以直接固定上去。那固定上去，你会问我说，像这种台风天下雨怎么办，对不对？你问一下。好了，那我问一下啦，那这个台风天下雨要怎么办？哎呀，这位观众问得非常好。这边有一个防水拉链的设计，所以即便下雨，它还是能够做防水的动作，确保你里面的露营用品不会湿掉。啊，你既然都已经绑在车子上面，如果拉链很难拉，是不是很难拿？开口太小啊！我告诉你，拉开以后，你知道什么叫医生包吗？它一般直接变成一个正方形的收纳包。这个其实很像那种软壳的收纳箱。你讲到重点了。而且呢，如果你去营区要洗菜的时候，基本上它也可以当成一个洗菜篮，因为它是防水。下面还有一个固定防身哦。还有，你去营区是不是也会带笔记型电脑去？当然也是要远端工作一下嘛。下面还有一个笔记型电脑的收纳包，有一个防震的功能。两边都帮你加了泡棉了。基本上防震、防水又风格，一包多用的概念就值得购买。这个原价4088，特价3288，展场优惠价。3288不贵耶，要不要开团购？不过说到了这一种包包，我又看到一个更有质感，是不是？英伦风。它的每一个套件全部都可以做拆卸，而且你还可以加购这一个浪迹天涯小包包，上去它像是一组的。万一你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，你要去上厕所，在营区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带这一个就好了，那个不重要的就放在那边。而且盥洗包的概念嘛，没错。而且 Dr. Wire 的设计，纵使连这么小的小包包，它的防水拉链也是做的很仔细的。这有一种日本元素的感觉啊。你如果一般日本手工包这样的设计、这样的内装、这样的质感，至少都要10000多块。比方说 Porter 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它里面，如果你有一些摄影器材的话，上盖都还有做一个阻挡，里面的设计是不是很像一个摄影包？你推荐的非常好，我决定买这一个。你这个后面的背带有这个吗？它还可以加购这个，这是干嘛用的？你露营的时候还可以当个小枕头。没错，如果这么小露怎么当枕头啦？你别这么说这个很优这超舒服的。老师熟了啦，你在那边玩一下，你舍不得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越看它的设计越厉害。要不要开团购？如果要开团购的话，就叫我们的团购部总监过去谈一下。总监来谈一下吗？我跟你讲 ，Dr. Wire 厉害的不是只有这个包包，我决定一次谈两个。没有，我觉得因为刚刚没有讲到，除了绿色，它还有出了黑色，两个色都好看呢，我喜欢黑的。好了，别讲了，拿来，去讨论一下。我觉得有机会哦。我决定了，这个展我从头到尾都这样拍好了。你到底有没有谈到啊？有没有谈到好价？当然是谈到啦，本频道的颜值担当甩的是我好不好？靠我的脸，靠颜值，靠我，你这样搭会失去信心，你不要这样搞，不要这样搞。靠我的脸，绝对有便宜啊！你知道展场通常都是全年度最便宜的，尤其又是新品，人家现在才在预购而已，你跟他谈团购，当然好东西当然要先抢起来啊！凭我的颜值，你不要讲出来多少钱，去我们粉丝专页绝对。展场更惊爆的价格，看完影片记得去看。
看到了吧 ？Barrock 零九这张行军床，我一眼就看见这特殊的造型，而且这是我唯一看过有附这么有质感的床垫哎、欸欸。我发现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，一般行军床加大是不是四环？对啊，它有几环？你算一次给大家看一下。一二三四，哎，五环呢、欸？五环，所以它的承重可以到150公斤。哦，所以加大版承重到150公斤，本身就附有泡棉，你不用另外再带床垫哎、欸。而且它的泡棉不是那种充气的，它是有个厚度的棉质的床垫在哦。所以它一共有两种 size， 还有一个是四环的 Barrock 09的新产品。你看它的脚完全没有变形哦，代表这承重应该已经可以到180公斤了。等一下，这个躺起来感觉跟一般行军床真的不一样，舒服哦，很舒服，而且价格其实也没有很贵，大的5580，小的4780，赶快来看。哎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躺起来不像一般的行军床，会哔哔哔哔，要坐起来不像一般的椅子，摩擦力是不是？对啊，这一张坐起来不是一般的椅子，你想想看，你可以在露营区里面坐沙发的感觉，它的材质、头枕、腰靠，还有你看这，它上面的雷雕都是非常的高质感，更不用讲它可以做三段式的倾倒。哎呀，哎，它是可以拆的，多少钱？还没卖就被你先做到了。我先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这一张椅子哦，绝对会变成露营界的明星。一般是只能收这样嘛，它是可以全部的套件全部拆掉，收成一束而已。哎，那所以它是可拆式的大穿椅。真的耶？那我们先来预估一下，你认为这张椅子会卖多少钱？如果坐起来像家里的沙发一样，大概要卖到5999。5999。而且你看哦，一般的面料，你以为只会坐在这里而已，对不对？它连后面都是这个材质。哎，所以它其实跟这一张行军床同系列啊，都是同一个系列的。哎，这可以买一组哦，这可以整组买哦，坐坐看。往后躺，扶手往后拨。再次证实，这张椅子也可以承重190公斤。这一张是不是你坐过的所有的大穿椅最棒？我跟你讲，真的很舒服，你自己试看看。这两个到底在干嘛？我跟你讲，今天几号？今天是10月4号。你们两个一点都不像格斗，你们两个像庙会而已。这个要出名牌，这个在注意了。守华哥，这一次的展览，我看到你有新东西了。这一件该不会是救生衣吧？没有错，就是我们现在户外最常用的 SUP 的救生衣，而且是 Narrow Design 的、欸，哎，多少钱？10000有找、欸，你的命没那么值钱，你的10000块到底值不值得、欸？如果跟另外一半吵架的时候，你就默默的把它穿起来。哎、欸，这生存游戏也可以用吧？对啊，好像也可以。而且以它的 size， 它这边都可以松紧，小朋友也可以穿。还有一点是，如果你要打银钉的时候，前面都可以放很多的银钉。哎、欸，这边还有一个防水包啊。对，也就是说你的钞票就放在这就好。我跟你讲，三条哥不可能只有这一样银件的东西，一定还有更银件的毛毛球。哎呀，这个、所以它是插勾绿油在里面，还是这颗毛毛球呢？它真的是一个装饰品，它是100%的纯羊毛。我必须说，这个羊毛它是小羊出生的时候第一次的毛，但是呢，它的上面这边你有看到有一个小魔鬼毡这个位置，我们就放我们现在露营最爱使用的布章。哦，所以你可以下面的品牌灯是什么，我就去对应去上面的。哦，这么 gay 白、啊，就这么 gay 白。哎，说到 gay。不能不提一下这个东西吧，这个东西才 gay 白吧，马正，你喝个杯子，杯垫还要弄个 LED 灯，是有多 gay 白？你的饮品如果上面是 whisky 的话，你的 whisky 是会有光影的变化的。哦，所以没有错。重点是这个要多少钱？只有展场哦，2280。哎，你花这2280块，上面喝水看起来都高级了。哇，哎，所以用这种杯垫不能喝奶茶跟牛奶哦，要不然会有透光的效果。哎，我昨天就喝太奶，把它放上去，结果说靠腰没有效果。所以后来我重新又换了一个那个气泡水。我觉得手滑已经快要跟 W Hotel 联名了。哎呦，怎么说？里面全都情趣用品啊！下次来户外展，或者是我们看到 Viva 露营展，就看他出八爪椅。手滑哥还是一个正统露营用品店的老板。哎，我很震惊，好不好？只是他介绍的风格跟方式会让人家觉得莫名其妙。不是，是这个频道，是这个频道，我必须要融入这个状况。都是我们带坏你的。要震惊，我也很震惊。哦，那你震惊一个来看看。我来震惊一个，来震惊一下。手滑带从入门到入坑，喜欢的话订阅我们下面的连结哦。我可以进个赌神啊！轻松玩，
清高。你是不是要买 Tang S？ 哎，我最近有考虑要买一台 Tang S。你是不是要跟 Toyota 许愿，它变成电动车？但是 Tang S 的车长就是有受先天的限制。哎，跟你们两个一样哎。那如果有阴阴增长数的话，你要不要尝试一下？应该增大数。Tang S 改装车有很多人在改装，它里面不就是百变床椅，还要改什么？哎，这位观众说的非常好，轻松玩除了有改百变床椅之外，它连空间都帮你做微调了。哎呦，简直是百变星君啊！怎么样？讲重点，延长套件加这样120,000而已，而且下方不用顶，这个滑轨可以承重250公斤以上。哦，所以不开车的时候把它推进去，要玩的时候拉出来，而且可以睡2个姚明。我刚其实有想到，就是它会不会有防水的问题？后来我想到，它尾门打开，基本上把雨水就当挡住了。哎，对耶，车子本身就有导水功能，所以雨水从这边进来就会从旁边胶条流掉，基本上里面湿不了。我相信一定很多观众说啊，这个就加个车尾帐就好了，不就解决了吗？在野外有危险的时候，这个就是安全，而且通风也是杠杠的。来，这个兔耳朵该有的都有哦，它内装的空间带你们来看一下。哇，果然跟睡你是绝对不会落人后的、啊。哦，这个承重也有199公斤啊！我双脚打直，后面空间还这么多哎、欸！这种延长车尾箱啊，睡起来有一种安稳的感觉，不会因为它的材质太薄，下雨打雷的时候你会害怕，这种完全不会。干嘛的？来，我跟你们讲一下你们可能很关心的事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关心的。ST350 正式11月登场，售价多少钱？多少钱？2980，太low。一般不是都要4-5千块吗？没有，一般版现在的售价大概2500左右啊。对啊，如果加钛的不是4-5千？哎，合理哦。所以到时候我们开团购卖4-5千，然后我再来这边提货。Soto 其实很厉害，他只要看他产品已经开始往下滑，他就会出一个新的东西。哎呦，所以到时候会出到 ST999的时候，它已经剩一缕青烟了。我们的好朋友帕玛比又出了一个新的玩意儿。哎呦，什么东西啊？看一下防弹背心，哎，又跟三条的重复了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它是一个放在车子后座的防踢背，它这个椅背是硬的，然后折起来以后，它就可以取代掉你在下面垫一些 RV 桶的那些空间啊。哦，所以下面的空间你可以放你平常需要收纳的露营用。重点是，这是你看到的单座款，也就是如果你是一人单人车泊的话，这个的价格是900元。再来，如果你是要选购双座版的话，一共是1420，等于是你1420就有车泊套件了，才花1420元，而且它不是一个只有车速车泊才需要用到的东西哦，是你平常放在车上就可以做一些收纳的功能，饮料就可以直接插车。好啦，2024户外露营展是我们最近看到最精彩的一个展览。哎呦，厂商这么多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已经精挑细选了一些好东西跟新东西给你们看了。哎，在我们的粉丝专业，我们也在跟厂商谈了很紧密的结合。哎，多紧密，他会陆续的慢慢看出来给大家看。哎呀，会有一些很好的商品在我们粉丝团露出哦。重点是这么多厂商，如果我们真的一次要把它讲完的话，你可能会从现在看到明年的 Viva 露营展，直接 non stop 拍到 Viva 露营。包含很多好的防水的、用的、吃的，欸、吃的没有吗？吃的，等一下我去吃吃看。我现在很饿。露营展的肉干是不是要推荐一下？刚刚经过一直闻到那烤香肠的味道，阵阵香味。哎呦，跟大家推荐，如果你来露营展的时候，先去那边拿肉干，然后旁边有酒可以喝，都是免费，连门票都是免费。哎、欸，不对啦，还是要叫我们的费友们加入我们的粉丝专页，上面会有不定期的优惠。好、啊，所以如果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订阅。开小铃铛，谢谢。谢谢你们。